欢迎收听飞碟电台优酷 Sports Show， 我是黄丹妮。本周来宾是世大运女篮国手王维琳，也是 WSBL 中华电信球员，曾拿过 UBA 组攻后、篮板后、得分后，要来跟大家分享她的篮球之路和世大运女篮铜牌战逆转胜的关键。现在只要留言想对维琳说的话，就抽王维琳签名拍立得。礼拜天下午4点，请记得收听优福 Sport 秀。